发电量很多，自从7月份到9月份，我们并网以来，总共发电量达到了13万度，为我们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，在用电高峰期为我们解决了用电的困难。在我们实际跟客户接触的过程当中呢，发现有很多工厂它的屋顶面积是有限的，但是它用电的需求是非常大。 这个时候呢，在同样大的屋顶面积的情况下，像我们天合600瓦加的一个高功率的一个组件，发电量更高，然后装机容量更大，而且成本造价会更低。安装是非常便利的，因为我们选用天合高功率的600瓦加的一个光伏组件呢，既节约了我们的一个材料成本，又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。 因为天合光能是国内光伏行业内的龙头品牌，所以说有它的一个品牌的知名度做加持，加上它在售前、售中、售后都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，在我们向客户推荐的时候呢，客户觉得更有保障，更加放心。顺应3060的国家策略，低碳生产，节能减排。